姐妹们大家好，我刚刚是从枣阳那边然后坐车回来，刚刚到家。松子之行呢是受当地政府邀请，然后我是跟着谷歌一块儿去的。去的那两天呢很不巧下雨了，因为李子嘛，这个东西这个水果它碰到雨水然后在茎上经过那个高温容易坏，这个其实我有预想过，但是我们已经是想方设法的在避免了，还是产生了一些售后问题。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啊，只要你们是在我这里就是买了支持了这个李子的，有坏的一个坏的半个坏的你都可以联系我。然后有些姐妹她是不知道怎么联系，我教你们，点开那个李子的订单下面有个客服，那个客服是我们自己，是谷歌自己的，然后我们在回来之前都已经交代好了，只要你拍个照片联系一下客服，我们都能给你赔付。而且就是我回来的一路上也粉丝团呐、还有一些私信啊，我手机我都不敢落下，一直在看一直在回复后台，就是大家发的信息给我的我应该一个都不会落，一个都没有落过吧，对吧？不要着急啊姐妹们，这次怎么说呢，是不是为了就是去卖一个货，因为政府邀请我们必须去一下，就是天空不作美吧，它下雨了，李子一淋的话，然后我们拿了一个泡沫箱包装，可能地方稍微远一点的，然后经上这个高温你回家收到了就会有一些烂了或者是坏了，但是这个正好说明我们这个是没有泡过药水的，希望大家不要生气啊。这次这个是确实是让大家失望了，然后我在后台也就是收到了很多信息，就是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包容和理解，感谢大家，然后一定要记得联系我，一定要。